上课前，我先给各位一个很不一样的概念观念哈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美法师要了解的是什么？你们通常都一直在注意什么？注意什么？就一直在学技术啦。但是有没有发现，你们美法师都缺乏什么？都忘记了一个叫人性。你们都一直在摸什么？法性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我希望各位用一个人性跟法性，谁比较重要？啊？都重要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我的天平是平的，还是你们可以看那个外面，因为这个比较雾，是平的，所以它重不重要？重要，都重要哈。那在上一次的讲学堂里面，有一个护法的销售，有没有人看到？有没有很认真看完？没有，因为听到这么多次，是不是就没有很认真看完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啊，我希望各位在讲学堂里面啊，如果你们真的有时间，那很无聊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好好的看一遍哈。那什么叫做人性哈？各位知道哈？其实，如果你们习惯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你懂人，懂人后面沟通有没有很简单？有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常常看到一件事？那个隔壁美容院的啊，做出来的发型，店家做出来的发型都很阿尚，但是人家每天都爆满。有没有发现这件事？哎，那为什么他会爆满？因为他很会聊天，因为他很会知道这个人想要听什么，所以他很会聊天，所以懂人呢、啊，我们后面的互动就会变得比较怎样？简单。那驾驭客户也会变得比较简单，所以我希望各位记得最后这一句：客户会放手怎样去让你设计？如果你不懂人，你觉得他会不会？一直犹豫，然后后来会怎样？除了犹豫以外呢，他可能会突然讲一讲，哎，我想懒，然后已经讲完了，可是我又怕怎样，我又怕怎样。如果你们抓到他的人性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其实懂人之后，你会很好做生意。因为我发现啊，老师从以前就会只看人的书，所以就为什么你们会爱我，知道吗？习惯去懂人哈，那。在这里我希望各位有空，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手机，所以有手机了，请你们有空去按一下 DISCS 或 DISC， 有时候它会写颠倒，有空上去 Google 搜寻一下，好好把里面的文章看完。那看完不是只有为了做生意，我希望各位做这件事哦，看完不是只有为了做生意，要干嘛？其实这个懂了之后，你会很容易跟你的老公、小孩、家人相处，因为你们就是不认识他，那你要把他变得跟你一模一样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如果今天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要怎么样？可是你不喜欢，你会听我的吗？不会啊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各位有空上去看一下哈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人性管理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做生意的人。不要忘记一句话，老师常跟各位分享一句话哈，我都常跟各位讲说我是生意人，哎，我就是生意人，因为什么叫生意人？生意人在现场也不要让人家看到，哎，你好像只有在做生意，不是，因为我懂人，懂人有没有发现每个顾客来会很相信你？老师现在的客人做到很好，做一件事就是他来完全都没有告诉我头发上面的事，他一坐下来之后跟我说我今天要烫，然后就坐下来就开始聊他自己的事。然后头发的事完全都没有跟我讲半个字，就随便你一直摸一直摸，摸到好了，然后再来干嘛？付钱，这样好不好做？好做，所以有空上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美法师要了解的第二点，请各位注意看哈，我们的专业跟形象重不重要？重要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每天起床，每天起床有化妆的人举手。哎，我们高雄人还不错哦，几乎都会有。哎，我跟各位讲哦，有化妆跟没化妆这件事差很大哦，哎，差很大。因为很多客人第一次来，或者是他也跟你不熟，他会先看哪里？先看哪里？外表，他会先看外表，所以你的形象也非常重要。那当然，你的专业重不重要？所以你们今天来是要学什么？专业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专业跟形象都很重要哈、哦。形象这一块，我希望各位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我上面写的哈，外在的仪表跟表达的技巧跟专业能力。所以啊，专业当然是我们一直去进修，然后一直去上课，所以你就一直学，学到很多。那外在的仪表刚刚讲的，我们就是要自我包装。如果你们没有包装，
你个人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品牌特色，很多人是有特色的哈，所以好品牌再加上好产品就会变成什么好业绩，请各位记得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打扮自己，你就上网去看一下人家怎么穿，看一下有空去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建议各位哈，有空去那种比较流行的店，所谓流行的店就是做美甲的店啊，做头发的店啊，什么店都可以，你都可以进去看一看。那你进去看一看，你就会发现，它的特色是什么？为什么它的生意会这么好？因为很多人的特色一定有它的技巧在哈。好，表达技巧跟专业能力真的是要学的。我希望各位也要尽量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我刚刚说去 Google 看一下书啦，看一下专业知识啊，因为看到那么多字，你就会发现你会很会讲话，要不然你们会发现你会不会讲话？当一个客人来跟你聊八卦，你要不要跟他聊？啊？要不要？要。要，但是不要跟他聊别人的事，你可以听他说，你可以说你自己，但是就是谁？不能说别人，不能说别人哈。好，那在专业这一块啊，有没有发现你们每一次上讲学堂，一直上课，一直上课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头发长这么慢？你会不会跟客人解释为什么他的头发长这么慢？因为掉头发。还有嘞？啊？营养不够，还有营养不够嘛。所以掉头发的因素当然有很多。那为什么我的头发会这么干燥？你看，我们大姐就是生意人。他是所谓的生意人，他说没有保养嘛，没有护发，所以啊，各位都会看到他一直来，一直重复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们都要能答得出来，而且要讲到非常专业。各位不要忘记，他也有手机，所以你们不可以再乱讲话了，因为你们乱讲话，他会不会 Google 找？啊，发现你讲的不一样之后嘞，对，就消失了，对，就消失了，这个人就消失了哈。那最重要的专业当然就是要不断的干嘛？进修。记忆力不好，不要忘记一件事哈，记录比记忆重要。所以你不要一直告诉自己我一定会记得，请你们现在开始要什么？做记录。因为如果你没有记录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讲的话，你下礼拜会怎样？通通，搞不好不用下礼拜。啊？三天哦，啊，你还比较强哎。有人等一下晚上回去被小孩吵一下就怎样？就通通忘光光了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记录一定是会比记忆来的怎样重要，非常的重要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2020年的欧美线条光染跟手刷。那这个光染跟手刷，我们可能要请我们的月萍把你的模特带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欧美的线条跟光染手刷染啊，各位就会看到啊，是不是现在很流行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确实可以创造我们很高很高的业绩，很高很高的业绩哈。所以那为什么要线条刷染？线条刷染跟手刷到底哪里不一样哈？因为线条刷染会增加我们的造型层次，而且挑染会让你的布丁头没那么明显。就是很多人挑染了之后，它布丁头长出来是不是黑黑的？它就不会这么的明显哈。所以你就会看到啊，我们客制化的专业染发设计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价值哈。所以我们今天会请到，好，那这个线条手刷，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半了哈，那我请我们的月萍留下一区来做给各位看哈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光影。那什么叫光影？光影就是在表面挑线条的时候，请各位记得一件事，它一定有粗的跟细的穿插，那才会有所谓的光影出现哈。所以在挑线条的时候，一定要有细的跟粗的来做穿插。好，那各位现在就会看到我们月萍挑的表面线条会有粗细来穿插，粗细来穿插之后，我们等一下会用手刷的方式。那很神奇的哈，请各位回去可以做一件事，把你的染刷剪一半，有一支把它剪一半，剪成斜斜的，看得到吗？来，这样剪一半，把它剪成斜斜的。如果你没有剪成斜斜的，你没有办法去刷那个边边，手刷。好，那他现在挑的上面的线条就是什么叫光影？以后记得
它一定会有一条粗的，一条细的，一条粗的，一条细的，它来衔接。那衔接完之后啊，我们下半部啊，可能会用手刷。什么叫手刷？我们在上一次不是有教过用板子放吗？如果因为上次有人跟我说他买不到板子的，或没有板子的，也可以用手直接。什么叫真的手刷？就是直接用手，哎，直接用手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。那他现在刷上层，我们用好，各位看到我台车上的脚圆跟漂粉哈，在原生法里面，我的漂粉是去加刷羊水而已。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他这个已经有漂过了？这个有漂过的头发，我一定会用漂粉加双氧水，另外还要再加一份什么角圆，不要忘记了哈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分开这么多碗哈？好，那他现在在刷我们的马尾部分，来注意看哦，我们把它用手刷的部分上去，看得到吗？看不清楚也没关系哦，我们业务如果拍好了会传给各位。好，有没有看到他现在用手的部分把它直接推上去？那个手刷感，你等一下刷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哦哈。看得到吗？好，发片一定要拉很紧，你不可以你的手刷上去之后那个头发就怎样就松掉了，所以你的发片必须要拉很紧。那拉很紧的时候，你在手刷的时候用你的手轻轻的往上推开，你就这样。那推上去之后，这个是我们用刷子做不到的，因为刷子一上去就怎样就太多了，而且太大片了，所以你一定要用手把它这样慢慢的推上去。月平是老师，不要说很认真聘请来的哈，他真的是义务来帮老师，因为他跟老师已经十几年的好朋友，那也是来上课认识的。那我上次在讲学堂有专访过他哈，那我希望各位可以，应该说学学我们两个一下。改天有人在异思成之才跟 BB 创造500,000以上的人跟我讲一下哈。我特地来高雄，来到你的店专访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因为我希望各位都要用这个方式来做你的业绩。好，他现在挑起来的部分一定会有粗的，中间会有所谓的什么细的。那这个上层啊，有没有看到它上层是原生法？这里的部分，我们用的是漂粉直接加双氧水，我就没有加角圆，因为它这里很健康，而且是第一次而已。所以它我们调上来就是这样的方式。那它现在去挑上面有细有粗，叫光影。光影完了之后，发尾可以片染，片染完了之后，再用手刷把它往上推，推上去，它等一下出来的线条就会很柔，哎，会很柔，会很美哈。我们原品的手法很细哈，所以啊，你就会看到它会把它梳子剪一半。然后来推边边，然后这边啊，因为它的马尾比较瘦，哎，所以啊，我们同一片嘛，我就会先折起来，之后再全部染上。这样有没有听懂？马尾的漂粉是有加角圆的，所以它是有保护的。如果你们直接把它对折上去，是不是又把马尾去碰到哪里？发根，所以你的马尾就会受伤。这样听懂哈，所以有时候在染头发是一个小细节的部分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细节，你等一下等到30分钟来的时候，你的发尾可能都被发根怎样，全部都毛掉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敢漂，一直漂，越漂越好，就是因为我们要的是什么质感？哎，我们要的是质感哈。好，各位看到哦，这个部分我们用手推上去之后，还有一个可以用梳子跟手去推那个边边。每一个发片起来的边边，因为每一个发片起来的边边啊，这个边边很重要，它下来的纹理就会很漂亮。哦，它下来的纹理就会非常漂亮。哦，我们再看一下，那我们在分发片的时候，如果你要他有习惯用拨的，或者是这个客人有习惯上电棒，因为电棒会不会有卷的纹理？所以请你们挑斜的，就是向前斜或向后斜，因为向前斜或向后斜的纹理会不一样。除非他今天是完全是什么直发，哎，直发就会看不到。那他现在挑的是后斜线，各位看到他现在挑的是后斜线。好，他的光影挑很细，而且那个细的部分是有粗跟有细哦，注意看有粗跟有细。
这个技术的部分啊，头脑一定要非常清楚，因为他现在做的是法根、法中，甚至哪里法尾，这个都要很清楚哈、哦。所以他现在用的方式啊，光影飘了之后，有没有看到他把法尾先处理好，把法尾先隔离起来，才往上推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你们要把它推到，就是那个渐层一半一半的渐层，要接得很漂亮，请你们不要再用梳子，因为梳子一刷上去就一坨，所以你就用手怎样往上推，嘿，往上推，它就会变得很漂亮哈、哦。好，它现在飘的是后斜线，那后斜线这样飘下来啊，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模特，我们等一下帮他做的是一个蓝色系的。非常漂亮的三层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现在发根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黑色，中段是咖啡色，发尾是漂过的颜色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挑它当模特？因为三段色同一个颜色刷上去，马上就变什么？三个颜色，三个颜色哈、哦。所以它等一下出来的线条会很漂亮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它现在发尾处理好了之后，开始往上推？好，两侧还有正前方，你们回家试试，这样做出来的质感就不会有什么断层，它就会接得很漂亮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的月萍，她去后面做的。好，那在挑染里面呢、啊，各位又看到我们今年度的挑染 是非常多。那非常多的时候，你们要学会怎么说话哈。挑染，一个是要给客户比较立体线条、层次跟方向跟纹理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利用颜色的深浅度，可以说把一颗头发里面2D 转换为3D 是什么意思？也就刚刚我说的，这个模特等一下要变几个颜色？三个，不止哦。可能不止哦，因为我们在手刷的部分可能会有深浅。因为手刷你会不会有那个漂粉多的跟少的，所以会有深浅，所以它整颗头会有创造很多空间感，所以如果你们用这样的方式，你就会发现呢、啊，利用颜色深浅，我们可以同时创造很漂亮的纹理哈。好，再来，各位看到我们今年一样很流行的一个是线条挑染，也就是我们用表面的一条一条区块，也就是我们一整块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蒋学堂老师帮我们的 Coco， 他今天也会给各位看哈。好，片状就是我们把它刷成一片的，或者是渐层挑染。我们刚刚做的就是这一个，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渐层挑染，因为手刷就会让它深跟浅来做衔接，让他们两个来做衔接。那这样衔接的部分，各位就会看到。所以挑染简不简单？简不简单？那你都不能干你啊，简不简单？简单。而且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们挑染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客户会不断的一直染头发。为什么？上瘾。对，挑染会让人上瘾，因为你们怎么帮他染一个头发的颜色，染完就是这样。但是挑染完全不一样，包括白头发的，我希望各位现在白头发的顾客，请你们帮他挑一下。如果你们帮他挑一下之后，我告诉各位，你们 SB 的业绩会非常高。为什么？白发永远都把它染成什么？黑色、灰色，黑色跟咖啡色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把它挑几条，那几条会不会有光影？会啊，会不会褪色？会。结果褪色之后，你一开始帮他刷有一点带红红的，对不对？后来，我们家的阿尚很可爱哦，他说啊，这样子会不会太高调？我说不会。结果下次来，他跟我说什么？我们家的人跟朋友都说很好看，以后可以挑多一点。以后可以再挑多挑一点，因为他发现啊，他以前都是所谓的黑色头发，那这样的感觉会不会让头发变得比较有层次感，比较有颜色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会想说，我以后可以再多一点哈。好，现在开始，请各位记得，我们在挑染里面啊，当你做放射的时候，线条的覆盖面积比较小，所以挑染的效果最明显。请各位记得，现在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欧美挑就是第一个，就是他用垂直的或者是什么放射的，那它的间接你要分很开，
或者是分很细都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一个挑染是最明显的，这样听懂吗？好，第二个水平，它的覆盖面积最大，所以它的挑染就会比较怎样，柔和一点。放射挑的意思就是从顶点，我上次在讲学堂不是有教过一次吗？从顶点，然后这样分一块挑，一块不挑，一块挑，一块不挑，但是都一定从顶点这里开始。它不是所谓的片染，它是一条一条。对对对对对，一条一条。对，这一个没有，这一个是最明显的，这一个是挑染起来是看到最明显的。那第二个水平分法线有没有在？记得我们会这样分，水平这样分。那为什么要用水平分？所以请各位记得，你要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？水平的挑染效果是最柔和的，你很有可能看不到挑染，但是你会看到什么？颜色的深浅，但是你看不到那个挑染，因为它盖起来就全部都怎样，都融合在一起。不要忘记我人是站着的，所以我的头发会怎样，会全部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水平挑染是最柔和的哈。那斜向啊，或者是前斜或后斜，请各位记得，只要它是要分前斜后斜，就是这个人想要有卷度的，因为他可能会，哎，我们烫卷不是有客人会往外绕吗？或者是怎样？往内绕。哎，那那个往外绕或往前绕，或者是用电棒上卷的，它的纹理会跑出比较斜线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分什么前斜或者是后斜。哎，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来挑，它会比较柔和一点哈。好，那再来当然也要看到颜色哈。圆脸的人，请你记得，他的脸真的很胖很胖很圆的人，不适合什么太浅色，因为太浅色会让他的脸怎样更膨胀。哎，更膨胀，你可以做挑染。哎，那如果他染深色也 OK， 但是不要让它太浅，因为太浅了之后啊，你就会发现他整个脸都会浮起来的感觉，哎，就会更膨胀哈。好，长脸呢，有没有发现今年很多年轻人都会染雾感？那为什么他染雾感？因为有些年轻人都很瘦，然后脸很长，他如果雾感打上去之后啊，你就发现他比较不会那么的尖。不会那么的锐利，因为很多 女生啊看起来会比较凶，对不对？所以她就瘦瘦的，瘦瘦的脸长看起来比较凶，所以长脸比较适合雾感。方脸、宽脸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可以帮她做一些挑染，因为挑染的线条看起来会比较怎样，立体一点。如果你们帮她做挑染，你会看到她的方脸啊 有线条的纹理在，她就不会这么方。你们有没有顾客的脸是长这样四方形的？哎，注意看哦，如果脸看不出来，你把他的头发这样捞起来，然后在镜子前面就会看到他到底是三角形，还是倒三角形，还是五角形？五角形是长怎样？哎，就是颧骨这里很宽很宽的，所以这个剪头发跟挑染很重要，你要把它放在哪一个位置哈？好，再来我们会看到雾感的亚麻挑染。在很多客人来的时候，如果他是原生发长一半的，那尾巴也长一半的，我希望各位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挑就好了，不一定要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整个枕头全染，你可以用挑的。那老师也把配方写在下面，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方式直接挑，直接挑了之后直接挑，挑完它就会变这样，哎，不一定要枕头帮他染。那这种感觉有没有发现发根都是黑色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还有那个上接，各位刚刚都看到了，那个上层要接黑头发的地方，请你们记得做一件事，用手去干嘛？手刷，对，用手去手刷。如果你没有用手去手刷，你就会发现那个渐层会很丑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帮人家挑染，挑完之后变怎样？就那一颗头，然后洗完了，这里就变这样平平的，平平的，这样听懂没有？所以你们现在回去不要再做出平平的，你就最顶层的地方用手怎样？哎，我们的手指真的很好用哦，用手指把它整个推上去，它就会变这样，哎，它就会变得这么柔，而且会变这么漂亮哦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好，第三个有没有看到？我用 G1 加 101， 有没有看到我加了5cc 的漂粉？它可以创造出这么浅的颜色，所以不一定要漂，这样知道吗？哎，不一定要漂。我相信各位在网络上最近常常看到，有没有很多人写不漂可以染出什么什么什么颜色？
然后很多我们的讲学堂的朋友也问我，布条可不可以染出什么什么什么颜色？那各位觉得可不可以？啊？不可以哦，可以还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但是要看什么颜色啊？来，雾感咖啡，各位看一下我们的雾感。雾感咖啡里面不漂的配方，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不漂，但是它要雾感，一定要加谁？一定要加我们当初讲的灰色世界里面的那四条，不要忘记了。我们现在唯一有雾感的是 G 到 G 四，所以只要它是雾感咖啡，它要有雾感，但是我们只能跟他说是咖啡色，不能带灰，因为它没有漂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把这几条加进去，就会变成这样的颜色。各位回家可以试一件事，尤其是第二个配方 G 四加 9.1， 因为我们灯光的关系，这颗头蓝起来应该是什么颜色？有点偏什么颜色？绿色，非常漂亮的绿色，哎，非常漂亮的绿色哈。所以你们就会看到啊，如果他想要雾感，我只要把谁带进去就好了。G 嘛，哎，我只要把 G 放进去就好了哈。所以啊，你们就会看到一件事哦。你看，我要雾感的咖啡很简单，哎，我要雾感的咖啡非常容易哦。所以那再来，网络上流传的、更流行的、比较有颜色的，不是咖啡色的，你认为可以吗？如果像这些颜色，各位认为可以吗？你们拿得出来吗？如果我现在不讲，可不可以？没办法，可不可以？你认为可以吗？这边的同学有没有人染过这些颜色？不要漂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可以哦。啊？不要染啊，就用 SP。没有，我没有讲 SP 哦，染膏，染膏，原生法。对，原生法。原生法，所以你们都被骗了啦。网络上一直流传什么？不漂，然后很多客户看到他不是我们美发师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看到就会跟你说什么，我要这个，可是人家他们写的是什么？不漂，可不可以？不，可不可以？不，我 OK 啊。所以你们今天来了，当然就怎样？可以了。可以了。来，你相信我，我已经写这样的啦。所以啊，我 OK 了，你当然是怎样？所以各位，你们今天来了值不值得？值得。哎，所以啊，有没有发现我都跟你说我 OK 了？那我 OK， 我当然会给你 OK。不要忘记了，网络上流传所谓的不漂，其实它就是先做配色。它只要没有动到漂粉，你都可以讲什么？没有漂，我又没有动到漂粉，这样听懂没有？只要没有动到漂粉，都叫做不漂。所以请各位记得来注意看颜色。有没有看到我用谁来褪色？或者是一千点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用零零零或一千点几来做褪色的时候，头发已经可以褪到几度？七度了嘛。所以记得，只要染膏下去褪原生发，我们的头发都可以褪到七度。当七度的头发，我们深红染膏都有能力把它染出这些颜色。只是你们没有去学配色，各位忘记一件事哈，我们有所谓的一千点几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所谓的零零零，这些都可不可以配色？可以。配了之后变几度？七度。七耶，我们不是学怎么算的吗？七耶，配了之后变七度，请各位记得，只要你认识染膏，什么颜色都可以上去，唯一只有一个颜色上不去，什么颜色？灰灰灰灰，只有灰上不去，这样听懂没有？灰一定要怎样？把头发完全都透明化，要不然它是上不去的。来，你说。那我们在去色的时候，不用冲水，再直接上？不行，要冲水，要冲水。双氧水不会在头上第二次反应，所以一定要把刚刚那一次，因为我的第一次有没有加双氧水？有，所以一定要把第一次的双氧水全部怎样？不一定要洗，就冲掉，因为它没有漂粉，所以不需要用洗发精，所以要把它冲掉。冲掉之后再回来，我告诉各位，湿发染比较好还是干发？湿发染。为什么？有人说湿也可以，干也可以。我们的染膏确实湿也可以上，干发也可以上。
但是我希望各位要抓到一个重点，为什么要司法上？法质比较烂的，法质比较烂的要司法上，头发就会变好，这样听懂吗？法质比较好的要干法上，它才会饱和。那司法跟干法谁的用药量会比较多？对，这样听懂没有？所以法质比较差的人，你就可以不要这么干，就把它毛巾怎样擦干，就可以直接上。那药水一样上多一点，就是量我要上多一点。但是法质比较差的，请你就可以直接施法染，因为施法染起来的头发摸起来是不一样的。那法质比较好的，就把它怎样先吹干。那吹干之后，就可以直接把它全部上去。那施法染起来的头发，你们去摸看看，它一定法质都会比较好。去色是用1000.2%去加12%，那橙色，请各位记得这个配方 ，G3 加 V2 是一个超完美的紫色，有没有人玩过？超完美的紫色，甚至我请各位记一下，它已经褪色了哦。它如果没有褪色 ，G3 加 V2 加12%去染在一个原生黑发上来，它是一个纯紫色，而且是暗的。非常暗的紫，那这个紫有没有比较亮一点？有，但是如果你是原生发没有褪色，它就会偏的比较怎样？比较暗紫，但是非常漂亮，哎，非常漂亮哦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记得一件事哈，当客户来跟你说，哎，我不漂，可不可以染这些颜色？可以了，你只要不漂啊，我要先褪色啊，但是我没有动到漂粉，就所谓的什么？没有漂，对，就所谓的没有漂，不要忘记哈。来，各位看到，来，我们这个 G4 加 BCM 或者是 G2 加 BCM， 你们就会看到 G4 加 BCM 出来的颜色会变成带很重的绿光，而且为什么会有雾感？因为谁 ？G10。因为谁 ？G 嘛，对不对 ？G 系列的。所有的4条染膏上去，它的雾感都会非常重哦。所以，如果你们先帮它做去色，也就是用0000或1000.3把它去掉之后变7度，再回来 G4 加 BCM， 我告诉各位，那个绿光非常的完美。哎，那个绿光，而且它会呈现有带雾感哦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这些颜色都非常容易呈现。那这些颜色都可以，请不要漂，都可以不用漂。那不用漂之后呢？再来可不可以用护色的方式？可以耶，我们可以用护色的方式耶。那我们 SV 本来有几支？那如果要漂的，就是像这样这么浅，因为它必须要这么浅才能做出来。那各位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网络所谓的脏脏橘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很多人讲的脏脏橘。那请注意看老师写的那一句话，染膏的量决定颜色的彩度是什么意思？来，我请各位，现在你的大脑如果记不起来，要用记录的，因为你们绝对记不起来。等一下回去下午就会有人一直问业务，老师早上讲什么，业务也没听到。哎，所以啊，不要忘记了哦，请你们记起来。我说染膏的量去决定颜色的彩度，也就是说。任何染膏，只要是我们所有深红染膏，我教各位去调，什么叫做彩度？染膏的量越多，我的颜色就会越亮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让它雾感很重，不要那么亮，你就把染膏放多还是放少？放少。所以现在我请各位去加一个叫高蛋白，我们有一支新品，等一下老师会介绍，去加一个叫高蛋白。老师染出来那个头发真的太完美。因为它的发质真的完全是变软的哈，那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来，我现在写的主色是8.4是谁？橘色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我可以怎么染头发？8.4加6%，如果只有10cc， 那10cc 加10cc 的6%等于几 cc？ 20cc， 对不对？你可以去跟发油做比例，比一、比二、比三，一直比到20，这样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如果我现在是20cc， 我的发油放200cc， 就等于是1:10，这样的颜色就会变浅，而且会浅得非常漂亮哦。那如果你是1:1嘞，是不是就会很重？哎，那如果我不加发油嘞，更重，这样听懂哈、哦？所以。
染膏的量去决定我们的彩度，这句话我们听到。所以任何染膏，请你们记得都可以这样玩，因为你们都没有习惯这样玩。但是要记得一件事哦，染膏跟双氧水一定要先干嘛？先把它和好，和均之后才去加你的发油。那发油全部加好之后，才把枕头染上去。我们等一下就会让你们看到，我们两位模特都是这样做。哎，而且它的颜色都会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哎，非常的漂亮哦。那当然，发油我现在在这边告诉各位，因为老师一直跟你们说我是生意人哦，你们也要学这件事。发油，我们的发油是不是有贵的，有便宜的？客人很贵的，当然就加很好的；客人很便宜的，就加什么？很便宜的。那请你们记得，我手上拿了好几瓶，什么叫做贵的？现在的高蛋白，还有胶原蛋白，还有细胞膜，这三瓶在老师的店里面是算贵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如果他要便宜的呢？大豆。哎，对，都有听到，对不对？都去加大豆，因为加大豆是便宜的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它护起来效果一样很好，哎，一样很好。所以当然我们客户会有高单价跟中跟低，那你们去决定把油来加什么。那任何一个染膏都可以这样玩。就是我现在要的是橘色啊，那如果我要红色咧，我就拿谁当主色？红色拿谁当主色？7.66、8.66、RI 都可以拿他们来当主色。如果你要它红的有一点紫光，当然是拿谁 ？VE，VE， 嘿 ，VE 出来会变玫瑰金哦，嘿 ，VE 出来会变玫瑰金。所以，那这个人染完之后，我们可以请他再回来做一件事，就是护发护色。护发护色，当然我们可以用 ST， 红色加黄色就会变谁？橘色嘛。那我后面有写护发霜，上面一个是用染膏染，下面一个是用谁来染？护发护色染。所以两个方式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颜色，只是看你们决定去帮他护还是帮他染头发。这样听懂吗？两个都可以做，所以我们的 ST 还是一样可以加发油，嘿，还是一样可以加发油。这个就有点像奶茶了。如果你们要让它有一点带紫光，去找 9.32、1000.2 都可以，因为 9.32 跟 1000.2 都会让它带有一点紫光。如果你要让它变成芋头色，什么叫芋头？芋头切开里面那个有一点紫灰，对不对？用 7.32 就会变成完全的芋头。那如果要很浅，你们就可以用 9.32 或 1000.2， 但是它要拿来护发护色，因为你已经漂到9度了。如果你这个方式，你就可以拿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 SP 新色14号，它完全就是雾感，而且它完全就是灰，它灰得很漂亮。要啊，这个是一定要漂。从刚刚那一张就开始要漂，不要记得哦，所以不要忘记哦。如果我们现在手上拿的 SP 十四号就是我们的暖灰，它很灰很雾，但是原则上它的头发必须要怎样？漂，而且要很浅，这样听懂吗？你可以拿十四号回去帮他护看看。如果你用十四号帮他护了之后，它就会变成完全的奶灰。可是如果不够浅，请各位记一句话哦，不够浅，这个护下去会变绿色。如果你的发色不够浅的时候，护下去它有可能会变绿色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上面的这句话，请你们要记得哦，这是因为我没有把配方全部写出来，我只要各位看到什么颜色都会有一条主色，主色加多少就是要决定颜色的彩度的高低。我的彩度要越高，我的染膏的量就放怎样多。我的彩度不要这么亮，我要雾一点、灰一点，我的染膏量就怎样减少，然后我的发油的量就会比较多。我的发油量就比较多哈。好，这个雾感蓝灰有没有看到？我们雾感蓝灰的主色老师放了居士。我们等一下让模特做起来就会像我们现在几乎这个感觉。最后这一张，因为它的头顶是会变绿色，然后漂的地方就会变蓝色，所以就会很漂亮哈。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拿我们，因为它有一点荧光的感觉哈。那荧光的感觉，我希望各位就可以去拿我们的 SP 彩色护发胶的荧光蓝，因为我们本身的蓝
没有那么荧光，所以啊，我们只有在 SP 的产生护发胶里面会有一个荧光蓝去加蓝色。那如果你的头发不够浅，就会变成第二张图，就会变成有点带什么色？绿色，各位都知道哈。那如果你的头发够浅，就会像第一张、第三张、第四张这样，就会完全跳出所谓的什么蓝色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要让它雾一点，就把 G 释放少一点也 OK。你们这样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上面一排是用谁？染膏。下面一排是用谁？护发。SP 或者是 SP 彩色护发胶。所以任何只要漂过染过的颜色，你都可以这样玩，都可以这样玩哈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紫色。各位都看到我们的薰衣紫或者是紫色，紫色啊，我们可以去用V2 来代表，因为 V2 就会跳出这么紫。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的 V2 在去年玩的时候很紫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看到什么？大家都一直反映说它很容易怎样？褪色。褪色，因为我们讲过了，它叫紫外光，所以它怕光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有什么光？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不褪色，就用护发的方式。那我们现在实验室很厉害，我们实验室做出了一个叫 SP13 号，就是你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支 SP13 号，就是我们的纯紫色。我们今天也会有模特示范，因为纯紫色出来之后，它就是没有像我们的 SP5 号这样有一点带什么。你们玩过5号吗？带紫红，紫红对不对？但是你们现在手上拿的 SP13 号完完全全就是所谓的紫色，纯紫色，所以你们会看到我们的紫色。好，那我们的薰衣紫红灰有没有看到？这有点带红，我们可以拿谁来代表？ V1， 因为 V1 跟 RI 跟 8.66 差在哪里？各位想一下哦，你们在玩 V1 跟 RI 跟 8.66 差在哪里？退哦，来，对，带紫红，因为 V1 会有带紫红，还有一个 V1 会有光感。这样听懂吗？ V1 会有光感，所以它打出来之后会变得有点光，但是 RI 跟 8.66 打出来会是怎样？暗红，就是纯暗红，所以它们两个的红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们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相片，看到有点光感，请你们去找紫外光系列的，这样听懂没有？那如果你看到是比较偏暗红的，就去找我们原来的 RI 或者是 8.66。所以我们现在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。你看第二张图就是用我们的 RI 或 8.66 的红，有没有看到它没有光感？但是第一张图有没有光感？有，看得出来吗？所以请各位记得，只要看到有一点光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拿我们的主色用 V1 来代表，因为它的颜色会比较有亮度，会比较亮，比较光的感觉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这一次在讲学堂已经讲过了，我们有新品。那因为这个 SP 彩色护发霜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新品发表的第一个，那因为这三个颜色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三个颜色？一个13，一个14，一个谁？15。你们现在手上有这三品，那这三瓶，但是这三瓶请各位，我们改配方了，所以它进去的力道会比较强，所以它颜色非常非常的饱和。还有一个，它跟之前的 SP， 你们回家玩了之后会发现一件事，它比较好上色，比较好上色，而且上完之后发质会完全变软的，会更好，会更好哦。所以因为我在试了这半个多月时间，我发现我们这三支颜色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哦。所以你们回去再看。好，第一支13号就是我们的紫罗兰。各位看到这一支的颜色啊，染出来有没有看到它不带红光？对不对？比较没有这么多红光哦。我们今天的模特染出来也是这样，就是它没有这么的红光。而且还有，请各位记得，它不一定要很浅。我玩到7度、8度做出来都是这个颜色，它不一定要很浅。所以啊，它的紫罗兰进去的力道非常强，而且它不像我们 SP 5号有一点紫红，所以红色的光会比较重。那我们 SP 的蓝色好像又是纯蓝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纯紫色，纯紫色。
而且它会有光感的，就是有亮感的，我们的十三号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没有很浅，但是我用1:1去加角原蛋白，有没有看到它完全没有带红的紫光，它没有带红的紫光，所以请各位记得不一定要漂才可以玩，不一定要漂才可以玩，就是它没有漂也可以这样刷，也可以这样玩，所以它没有漂也可以玩我们的十三号，但是啊，我都习惯帮客人做一个叫护发，所以我都习惯加发油啊。这样可以维持多久？你不应该跟客人说维持多久，你要看他洗头次数，有的客人三天洗一次，有的客人一天洗一次，所以啊，那它可以维持多久？我会尽量建议各位跟你的顾客讲，这叫护发懒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撑很久。我们这边来撑，我们 Ruby 的撑多久？一个月了。他说他两天洗一次，那一个月也有洗了15-16次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的紫色，他的紫色还这么重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一次的饱和度真的非常强，那各位也应该要给他，他刚好来的他为了我来的。要给他一下掌声，我们真的都是他实验出来的，因为你们都很少看到我们幕后的人员，对不对？他们真的很用心也很强，这些都是他们调出来的配方，真的很强，而且你看还要用自己的头发去试，所以啊，那因为老师在化学上不懂的都是我们 Ruby Manny 跟我讲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学化学的，所以因为在产品上我会有这么多资讯告诉各位都是从他们来的，都是从我们实验室那边来的。好，那第二支各位看到我们的软灰做出来的用意，当初我们做出来的用意就是要干嘛？不是白头发啦，白头发不会过，不要忘记哦，这就是你有染灰的人，就是本来有染奶灰啦，就是灰色系的人来护发补色用的。而且我发现我前天晚上做了一个男生，他雾感好重，就是整个完全灰，但是完全整个变雾的，发质非常好的雾哦。因为在早期我一直教各位，就是我们灰色世界还没出来的时候啊，要雾感很难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定要漂到整个头发已经快要坏了才会看到雾，但是现在这个不用了。你只要你有染过灰的人，请你去用我们的这一支，帮他做一次护色，他整个雾感都会全部跳出来，非常漂亮的雾感哦。所以他是要染过灰色染膏的人来补色用的。如果你不是染灰色的，我在这里也做了好几个范例了，我希望各位来上课就是要先知道老师做出来的结论。如果你不是染灰的人，只是漂过的人，染过任何颜色，红黄蓝绿都可以，褪色过后来补的人通通变成绿色，这样听懂吗？不是，不会哦，不是脏脏的哦，那个绿很美哦，就是很漂亮的绿灰，只是我要告诉你说它会变成绿色，而不是变成奶灰，只是差在这里，它变成绿灰。那如果你们发现它变成绿灰，好像有点绿绿的，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做一件事，再补一次就好了，再补第二次，因为老师做了三个模特都一样，第一次全部给我变成绿灰，我就找了他们两个，大飞老师也是，我那一天又跟他讲，我说为什么做出来都是绿色的，然后后来我又再补第二次，全部变蓝灰，全部变蓝灰，而且那个灰那个雾感真的很漂亮。补第二次是当天还是下次？下次也可以，下次也可以，就是你再补当天也可以，就是因为我想要把量上多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量上多，结果他没有吃到这么多，就变绿灰，很漂亮的绿灰。可是我在上一次的时候啊，我洗起来吹干再上一次，它整个变蓝灰。整个变蓝灰，所以请各位记得，如果你的手上现在拿的是这一支十四号偏暖灰，就是带有一点点紫光的；15号偏蓝，对，15号偏冷灰，所以它带有一点点蓝光，就是有点暗暗的啦，它比较暗哦，因为我发现我玩起来是它比较暗，冷灰，所以啊，请各位记得，如果你的头发没有很浅，它都会有可能变成什么？绿色。所以你们回家晚了之后啊，会跟老师说，老师为什么我染出来变绿色？
哎，那如果你不喜欢，你们会看到那个绿灰非常漂亮。那如果喜欢就让它撑这样，如果不喜欢，请你们再帮它怎样补一次，哎，再帮它补一次，你就会发现它出来的质感就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再帮它补一次就可以哈。所以啊，在我们三支里面啊，我们的 ST 三色，各位如果拿到手了，回家可以玩看看哈。好，第二支是我们的资彩的，我们这一支叫奇迹法膜，各位有用过的举手。现在手上有拿到的还没有很多，对不对？那奇迹法膜啊，你们都怎么用？分。对，我告诉各位哈，老师试到现在结论就是，那个头发打结的，喷的马上梳开，哎，马上梳开哦。那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哦？因为我们这一瓶奇迹的法膜，它可以取静电，所以静电会让头发整个打在一起，所以它可以在瞬间去取静电。也就是说，你洗完头上来，如果在湿发擦干的时候有一点打结，对不对？请你们先把它做喷。喷一喷之后把它吹干，你就会看到它整个头发都会变怎样，松开的。还有第二个作用，请你们在烫离子烫前一定要喷。离子烫前要不要吹干？啊，吹干再来做什么？夹直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时候也要喷。哎，所以在烫离子烫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哦。那第三个，请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喷？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有没有人看到我上个礼拜的讲学堂播的是谁？冷烫热缩法有吗？哎，那冷烫热缩法的一剂二剂要怎样？冷烫热缩法，我说重点来了，一剂二剂要怎样？干法上，所以请你们在烘干前喷一剂，冲完水上来，头发是湿的还干的？湿的。啊，我说要上二剂，要不要先把它怎样？烘干，对不对？那个时间点喷，喷完之后再把它全部做什么？烘干。烘干完之后，你就会看到你的头发烫起来之后，它会比较有光泽，哎，比较有光泽。所以无论如何，那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的头发很容易在骑摩托车打结的，请你的客户一定要喷，因为它非常抗氧化。哎，它非常抗氧化哦。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在早期，我们不是一瓶小奇迹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它因为它的里面有加了这个小奇迹的，所以啊，我希望各位一定要记得哈、哦，如果你们习惯每一支新品拿到真的不清楚的、不会用的，你们可以试看看。如果真的不知道，上讲学堂问，因为你们拿到手的时候，老师大概已经用一两个月了，哎，所以。我已经在前面帮你们试了大概一两个月，所以如果你们拿到不知道它怎么使用啊，你们可以先问我也 OK 哈。好，第三个是我们的高档这一瓶，本来我们做出来的用意是，应该说它是是细胞膜的意思，但是我希望各位我在现场抓那个烫卷的人来示范哈，请各位记得，其实它就是像细胞膜。可是它比细胞膜来的一件事就是它轻，哎，摸起来它很油，摸起来它很油，可是它的油吸收的力道比较强，所以它很轻。轻了之后，烫卷的人我们要不要把它烘干？要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很轻了之后啊，烫卷的人我把它烘干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哦，烘起来比较弹，比较不会那么重掉下来。哎，所以啊，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。那当然，老师很有研究精神哦，不会只有把它拿来当细胞膜，不是的，我不是把它当细胞膜。后来发现一件事，因为啊，可以啊，还有一个，它可以做蒸汽护发，而且效果非常非常的好，哎，非常的好。所以，请各位记得，如果用这个方式啊，在做高蛋白这里啊，我希望各位。第一个，它可以用蒸汽护发，它效果非常非常的柔顺。第二个，它可以加在 ST， 它更柔顺，就是那种有一点毛躁粗硬的头发来啊，或者是看起来表面毛毛的，你们就可以把它加在 ST 下去做护发护色。如果颜色不要这么重，我就去把 ST 的量怎样减少，我的彩度要高，我就把 ST 放高，这样就好了。第
第三个，我教各位一件事，因为老师还在试他能不能抗热，真的抗热，但是还没有试成功，我不会跟各位讲。可是现在我教各位一件事，他可以做什么？还记不记得我有教各位做矫正？有没有？哎，矫正怎么讲？就药水去加胶原蛋白，然后先去梳完才洗头，才冲水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如果是这个情况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用它来调，这样知道吗？哎，如果是这个情况，你可以用它来调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用这个方式。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给各位看看角蛋白，你们可以试摸一下哈。补色粉饼啊，是我们的样补色粉饼，目前公司出这两个颜色，那一个是黑色，一个是咖啡。那咖啡当然，因为我们很多顾客白头发的人会染什么，咖啡色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教各位一个技巧，我都会教客人买两个，为什么？除非他的白发只有一点点，如果他的白发是百分百，请你记得用黑色先压，再用一点点咖啡色压哪里？表面，这样就会比较省。这样听懂吗？那如果他的白发量没有到非常非常高，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，嘿，不需要这么多。所以啊，我们会看到啊，因为我们的补色粉饼，那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很多白发长出来的？它就跟我们的粉饼。会，但是它是防水，但是我所谓的防水不是用大雨这样淋哦，我所谓防水不是真的可以淋它哦，嘿，对，是防水没有错，但是还好不会，它没有像我们之前早期我们不是在市面上看过那个睫毛膏的啦、粉饼的啦，什么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它还好，你们等一下可以摸看看。然后因为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咖啡色，那因为他的头发，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头发染成比较咖啡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们拿到之后啊，它里面会有附一个这个粉扑，拿到之后，请你们记得用立字型的方式打，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整坨上去。你帮老师拿一下。好，立字型的方式啊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把头发拿起来的时候，请你用立字型的方式这样打上去。哎，打上去之后啊，它的白发就会整个看不到。我们现在客人好喜欢哦，因为有些客人就分发线分过去吹好，对不对？就那一条怎样会看到，要不然就是这个边边会看到。哎，你就叫他买一个，然后边边把它直接刷上去。好，那各位会看到哦，我现在只有刷这样哦，来，你们前面的人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是不是就都看不到了？这边是不是那边北北，全部都瀑布？哎，所以用这个方式啊，哎，客人很喜欢哦，因为他不一定要常常染啊，哎，不一定要常常染。然后你看我只有这样刷表面，是不是自然多了？那因为他的头发，这个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奇怪？这里是咖啡色，这里又是黑色。真的吗？哎呀，这个白头发。哦，我想说不是啊，我说你尾巴是黑色，哎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啊，我把发际线这样刷上去，用立字型的方式打上去，有没有看到它很自然？它非常自然，而且它不会结块，哎，不会结块哈。那如果它只是单纯要用发际线，请你们把头发拉起来，用立字型的方式打。好，你看一边有一边没有，来，请转过来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边是不是很自然的颜色补上去的，然后这边是不是很明显的发际线的白发都看得到。哎，所以啊，当你们用这个方式的时候，你们就会看到，哎，客人会很喜欢，因为他可能在还没有染头发的时候，他想要去做什么，去做补色这个动作，所以啊，他就会看起来就会很舒服哈。好，来，给这边的同学看一下，来，两边看得到吗？哎，所以你看这样补完之后，这边是不是没补的就会很白？哎，那如果发际线啊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要出去喝喜酒，你们可以来，我现在把这一边也补上。老师，那个会不会油油的？不会，它是粉。哎，所以啊，他就会发现啊，你看这样子，而且他不会，应该说他没有黏黏的，会有沾一点点，但是不会到太多，但是他还是可以这样拨，
可是我们在早期看到那个染膏的有没有？不是染膏了，那个什么睫毛膏的，外面卖的那个就会粘成一条一条一条，就很像有一点像什么？那个头发洗干净了之后啊，就没有。好，那如果以他这个方式，你看我们在现场，如果像他要去喝喜酒，然后他的白发这样，那我把它刷上去之后，我会再用一点点我们的定型喷雾把它表面喷一下，它就不会掉了，它就不会掉了哈。谢谢。来，等一下，来，你看这样子啊，这样的方式它就完全是自然的，它就不会掉了。那我们标榜完全防水，但是不是用雨水冲都没关系，记得所谓的防水。那我们也标榜，其实我们在洗头用洗发精，它就洗干净了，它会非常彻底，很干净。好，所以各位可以用这个方式哈。来，我们请我们好，谢谢。我们请我们模特来下去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它很自然，它的颜色。那虽然你们还要等哈，那就给客人期待一下，你们也可以现在开始就跟客人做一个广告。期待一下哈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你们有习惯让它定型的，或者是你的客户习惯喷定型液，吹前面的刘海习惯喷定型液一点，你就把它喷一点点。那喷一点点之后，它就不会掉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是老师自己带来的哈，因为我还是觉得我要带来，因为我们总监跟我说你们这边没有。所以啊，不要忘记，如果在我们的新品出现的时候啊，你就会看到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新品，可以一个一个介绍给各位哈。好，可以哈，有哈，是不是看起来这样子要去给人家请客，是不是都不用化妆就很美？因为白发看到确实会比较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模特来示范。好，那各位就会看到一件事哦哈。我们现在要邀请到我们大飞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十秒教哈，包括怎么吹风技巧来抓头发，因为这个是，应该说家常演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欢迎我们大飞老师。在座的各位还没有用过 HRHP 的药水的，举手一下。烫发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真的真心建议你们哈，因为老师也是设计师，你一定要用，一定要拿起来。因为各位，你转头看看我们身边所有的人，包括你的客人，我们的发质已经不再像什么以前这么好了。所以你不能一直依赖那些比较强的药水，必须要依赖我们的医学药水。那这些医学药水啊，它可以救你的头发，所以。有没有人还有一点模糊在？我在去年在这边上烫发课，因为我忘记你们有没有在讲学堂里面看到我的矫正配方？有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做了吗？有，矫正做出来效果嘞，非常棒哈！因为只要有矫正过的头发，烫完或者是剪完，它一定会很优哈。那我再重复一次矫正这件事哈，矫正这件事不能只有依赖生化，因为有的人的头发已经快要怎样烂掉了，极烂了，你必须要去拿我们 HPHR 的药水，因为这些药水才有办法去救你的头发。那救你的头发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些头发里面啊，因为 HPHR 药水再去加我们的，我刚刚说的高蛋白也可以加，还有谁可以加？胶原也可以加。好，那现在高蛋白来了，我现在先跟各位讲它跟胶原差在哪里。早期我是不是 教你们要上胶原？因为胶原是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来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抗热霜，但是高蛋白是一个免冲洗的发油。那我现在把它放在矫正里面非常 OK。 那近期老师回去会再试一个，把它放在看能不能加热。如果可以，我会在讲学堂跟各位讲。那如果不行，你们先不要用哦。那现在可以用的，先做矫正。矫正可以加入高蛋白。我做了三个客户，发现一件事：拿谁来加高蛋白？就是你的客人是那种粗硬的，就是很粗很硬的。他一辈子都感受不到一件事，就是什么叫做头发是怎样软的。那一种人你帮他做矫正的时候啊，请你记得第一集很健康的你就拿生化，对不对？第二集你就去拿谁
HPHR 的一般受损，那第三级的头发你就去拿我们中度受损，第四级就拿极度受损，这些人都拿来加高蛋白，这样我们听懂意思，全部都拿来加高蛋白。那加高蛋白之后啊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它矫正完之后，我有没有教你们用尖尾梳，很大力的梳，一直梳，你就用力梳没关系，梳完之后那个头发整个都是怎样，变亮的，变好的。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在这一块，因为在高蛋白里面啊，那我刚刚说高蛋白也可以卖谁？客户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不要忘记哈。那哎，所以啊，我希望各位在我们的 HP 药水里面，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发挥好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药水真的很温和，哎，真的很温和哈。所以我希望在这一点。那第二个染膏，因为你们已经有上过老师太多太多染发课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上过的同学，是在讲学堂里面可以重复一直看。哎，那重复一直看，现在你们先想一下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有问题的，我先给各位五分钟时间，染膏，你们在调有哪些地方有问题的，现在可以提出来，染膏有没有？现在问的都没有，有没有？染膏就是你们在调染膏的时候会发现，我刚刚也讲很多了哈，正常染头发就是配方上去而已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我现在再重复一件事，如果你们真的记不起来哈，要一定要回去好好复习一下哈。原生发不要忘记了，一定要有两条染膏，所以一定要一条是主色，一条是谁？副色，一个是双氧水。白发一定要有一个是谁？主色，一定要有一条是基色，一个是双氧水。你们现在一定要记这两件事。那今天的流行染，我也给各位所谓的不漂配方，跟谁？漂的配方，对不对？就是漂跟不漂，所有的颜色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呈现？我们在现场常常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突然来的洗发精，洗发精不是有新的吗？那你们的洗发精在卖顾客的时候，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做一件事，你们要先用，谁要用什么洗发精，就只有一次机会。什么叫一次机会？一个陌生客户来，他会问你，我的头皮很痒、很油、很脏，或怎么样洗不干净，你可不可以介绍我一瓶洗发精？如果你介绍对了，他有可能全家都用你的洗发精。那如果你介绍错了嘞？拜拜。不要忘记了，我说我们深红的洗发精很多，又很好用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。哎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哦，所以我希望跟我们店家有没有人年业绩500万的？刘经理的，谁？大姐，有没有？有，我来看，大姐有来，站点起立，因为我们业务说有就有，没有人会去跟你借钱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都很有钱，哎，好，我们请大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哦，哎，啊，你怎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讲？我们给她掌声一下，哎，她也是我们高雄地区，她是用 NBP 还是资产？都有嘛，你下面那两百岁都有，你们福利怎么那么好啊？哎，都有，然后他的业绩也是创造我们这么多，我们请大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卖洗发精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给我们大姐掌声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的客人一样，那个小林老师说的，就是我们要抓住客人的他的性格，还有他的需求。那因为客人，我觉得说他们喜欢用好一点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尽量介绍好一点的产品给他们。他们每个来的客人一定要漂亮嘛，他们都喜欢漂亮嘛，要美嘛，所以他才会来给我们哦，南美容院。然后我觉得说，他们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客人他们用的产品，就是会越来用的越好，所以我们店里都不没有给其他客人放那个外面的产品啊，哎，所以我们说你要买我们的产品，我再给你放这样子，因为我怕放不下，因为我们顾客买的洗发精那些产品啊，都已经放很满了，所以我觉得说，
客人他们的需求，然后我们要抓住客人，他们的需求，说，想要的东西啦。好，各位有没有听到一件事？来，洪大姐跟我们一样，跟我和高一的月饼有一个共通点，有没有发现我们不让客人放其他的产品？这是一个行销的重点。老师从以前到现在就绝对不放，为什么？这叫植入性行销，就是眼睛会看到所有的产品柜上面，我们有一半三分之一是客人买的，我们都写上名字，那全部都是我们家的产品，客人会不会看到？哎，我现在听到他也是哦，他也不要让人家放哦，所以无形当中每一个客人进来会不会看到这件事？全部都看到的是谁？易思诚、资彩、NBB， 所以他怎么看怎么买都一定会买这三个品牌，所以他的行销方式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件事，请各位学一件事，大姐我可以问一下吗？你几年次？要讲。讲啊，没关系啊，加油。不是，要讲啊，因为我们刚刚上课前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？48年次，哎，这样获利，这样已经几岁了呢？我没有办法算，好，不用算。年纪，对，年纪不是重点，但是我要问一下大姐几年次，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。早上我第一开始讲的一件事叫什么？形象。所谓的形象是什么？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各位注意看一下，我们大姐到这个年纪，她还穿洞洞袜，她是让我看到跟我桃园一个学生一样，她业绩也很好。还有，不要忘记了，我早上讲的，你们要习惯一件事，有没有看到她跟我们一样做光疗？哎，各位不要小看这个指甲，做光疗，第一个会让自己怎样？变美，你无形当中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镜子前面一直工作，客人会不会看到？会哦，客人会仿什么？他会觉得为什么你们这样工作还可以这么美？那叫做美，他看到的你都是什么？美的。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件事，要业绩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哎，如果你们要业绩，请把你的形象稍微再重新包装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谢谢大姐。那我可不可以跟大姐约一下时间，我们去专访她？哎，因为蒋学堂需要这样的客户来给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谢谢。好，那各位又看到啊，如果你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很多很多设计师，有没有看到他形象包装的很好，都会业绩比较好？会不会？会，因为他想要找谁？美的人，因为觉得你美的，你才能把我怎样变美啊？如果你自己很邋遢，每天早上起来夹一只夹子，你觉得嘞？你觉得你还能把它变怎样吗？好像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谨记这一点，因为早上我一直跟各位讲，你们一定要形象包装。我们的产品再好，形象跟产品要不要加起来？要，所以才会等你们的好业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我们模特要出来的是那个矫正的药水。对，因为矫正没有加热。比例都一样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就是哎一样啊。我之前不是有基数啊。对，你还记得哈？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那一级我们可能就是放比较强一点。那一起会放生化，再来是 HP 的一般、中度、受损、极度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之前加一样，量是一样，就是等于把角蛋白、高蛋白换成角原蛋白。那这个地方拿来矫正的用意是，它比角原蛋白多了一个滋润度，就是它摸起来那个头发会怎样？变软的。那变软的谁喜欢？谁喜欢？初一法他很喜欢那种比较软一点的，哎，比较软一点的，这样听懂吗？哎，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各位都会看到，他是我们在早期老师用漂的方式把他这里漂一半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所以啊，漂一半也请各位注意看一下，他的发根原来是黑发。他的发根原来是黑发，所以我用1000.2加8.66染完之后，因为那个图可能看不太清楚，在这一颗，请各位回去可以做一件事，1000.2加8.66染在原生发就会变成
橘红，完完全就会看到我们第二位模特的染发前，也就是他已经褪成有一点奶灰。那因为他现在我们在发根都没有管他，那其他我用今天的 ST 的13号，也就是我们的紫罗兰的颜色去加高蛋白1:1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用1:1的方式来调，把它的颜色打成有一点完全是紫色。那彩度不要这么高，我就会去加发油。我刚刚是这样讲，所以彩度不要这么高，所以我们的颜色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漂亮，这是我们 SP 13号的紫罗兰。好，那我们请第三位模特，我们的第三位模特就是在我们讲学堂曾经出现的台北的型男，老师特地把他邀请来了，他现在很可爱。哎，那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头发很美？非常漂亮。那我们台北的型男曾伟君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染前的头发？那还记不记得在前一次老师帮他染了一颗什么头？樱木花道头，还记得吗？大红色的。那大红色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退了，退了之后他现在变成这个颜色。那我们用这一次的烟雾灰，也就是我们新色 ST 的14号，那各位就会看到啊，他没有漂两次，他只有漂一次，所以有没有看到他的底色变什么？绿色。但是上面比较浅的地方变什么？蓝灰。但是它会变成非常雾感的蓝灰。所以来，我们请我们曾伟君转一圈给各位看一下，后面也是。好，有没有发现？你看这样的雾感非常漂亮。所以很简单的，你们可以用我们的 SP 14号烟雾灰直接把它做护色。来，我们谢谢我们的曾伟君。来，第四位模特，来，我们高雄最帅的健身教练，我们给他掌声一下。我们的健身教练，那我们也特地把他邀请来了，这是你们高雄的健身教练，看得出来他身材就是健身教练，看得出来我站在你旁边好像变得好小。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的头发刚刚来的时候是原生发，纯什么黑色。各位都会看到他刚来的时候是纯黑色的头发，那我们刚刚有帮他做修剪，也有帮他漂。那漂的时候啊，我们用漂粉加12%加角源，漂了之后我们用15号的炭灰。那刚刚我们这里要改一下，我们刚刚没有用 ST 白色，因为我本来想要用 ST 白色把它打成淡一点，但是我要让它看到还是有什么有点冷灰。来，你转过来给各位看一下，没有，来后面有没有看到？还是有看到蓝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方式啊，因为它已经有漂过，有一些是黄的，如果再用洗色的方式再继续洗，它就会很漂亮。它就会很漂亮哦，所以你就会看到好。因为你很帅，所以正面要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啊，这样的雾感我希望各位回家要玩玩，大家都会喜欢哦。因为我们这一次 SP 的新色就是最后这两支，就是要给各位看到什么雾，非常雾感的颜色哦。所以各位就会看到它的新色全部出来，就是蓝雾啦、蓝灰啦，或者是带有一点灰色的感觉哦。所以啊，你们就会看到它的颜色是不是很特别。来，我们谢谢我们的最帅的健身教练哦。好，来第五个也是我们高雄最美丽的健身教练，我们的琪琪。我们刘经理不知道去哪里邀出来的哦。所以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琪琪。好，各位看到我们的琪琪现在染了一个颜色，来后面也是，这是什么颜色？橘色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脏脏橘，现在网络非常流行的橘色。那因为他的头发已经褪到有点像奶灰，那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在表面帮他来，琪琪我们请前面一点。好，刚刚我们来的时候有在表面帮他做了一个垂直的线条挑，也就是细的挑。那有没有看到挑的地方会比较橘一点？挑的地方比较橘一点，那其他的颜色是不是比较雾感一点？所以在这样用 SP 的方式啊，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学起来，就是用我们的 SP 下去加发油，都可以做出这样的线条。这样的线条都会非常漂亮哦。所以来，我们谢谢我们的琪琪。还有第六位是我们高雄刚大姐一颗发型的里面的帮手佩佩。那佩佩啊，刚大家都有看到，我们用了一个光线染，
是不是有细的跟粗的？哎，那细的跟粗的，来注意看一下我们的顶部，佩佩你的头稍微有没有看到有粗线条跟细线条？还有一个手刷的部分是让你们看不出来接合处，所以你们回家一定要学这一点，叫手刷。嘿，他看不出来所谓的接合。那 ST 各位有没有发现它很好用？各位知道这个蓝怎么出来的吗？我们刚刚在洗头的时候，直接在冲水台直接把它当树木抓一抓起来就变这样。哎，所以啊，你看到这样的颜色是不是很柔和？那原来的这一块全部都是黑发，对不对？黑发有没有看到我的配方是什么？居士加 9.1 加 12%， 请各位注意看，它完全染了一个黑色头发，就会变成什么？绿感的，而且是雾感的，因为它有居士。对不对？因为它有居士吼，所以啊，你就会看到啊，哎，它有绿又有雾感，那它有光线又有加了什么手刷 ？ST 的蓝色护色，我们刚刚在冲水台直接把二号倒下去，直接抓一抓起来就变这样，嘿，所以各位就会看到它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柔和吼，所以你们就会看到啊，好，来，我们请佩佩，好，第七位也是我们艺课的美女温温。给他掌声一下，我们好可爱，我们把他弄了一个好可爱的发型哈，真的很美。好，来，我们各位就会看到一件事，来，我们把他，来，你先侧面给各位看，我们跟 Coco 一样，把他的前半段的刘海怎样，先刷退了一半，哎，那刷退了一半之后，其他的部分我们一样做了线条挑，有没有看到有线条的地方就会有紫光？哎，那挑完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全部帮他用 ST 的13号加高蛋白来做什么？来做护色，因为这个方式啊，你就会看到啊，你看这样是不是他变得好可爱？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，因为我很喜欢，现在非常喜欢那个刘海可以剪一半的人。哎，因为我们这种年纪好像没有办法，所以啊，还是要年轻可以哈。所以你看他是不是真的很美，而且。我早上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各位有没有发现他的脸是圆的，但是他年轻啊，很可爱，但是他旁边有没有挑染？你不会觉得他的脸变圆的，哎，反而觉得他是变怎样？可爱的，哎，变可爱，而且脸会直接消瘦，哎，直接消瘦哦，所以他是我们刚刚用的 SP 13号加高蛋白来做护发护色，那你们也会看到，其实他染完头发还是亮的。哎，它还是亮的哈，所以染完也会很漂亮哈。好，来，我们谢谢我们的我们好，第八位是我们早上来现场找一个颜色比较淡的、比较成熟的、比较我要怎么介绍你？哎，我们最认真的台东美女碧霞，给她掌声一下。那因为她在之前在讲学堂有问老师说要怎么染出奶茶，我说你不适合奶茶，她说我要试，我要年轻一点。结果我给他配方，他真的试了。Hey, 早上各位有提早到的都有看到，他把他染了一个很浅的颜色，对不对？我说我帮你护发一下，没关系。那护了之后，那我喜欢现在这种感觉。我刚刚放了 ST 的一号，一样加谁？高蛋白。你等他回家洗头，会发现一件事，他的头发发质会怎样？变好。Hey, 他的发质会完完全全的变好。所以啊，它的颜色本来就是比较淡的，所以我们只有帮它做护色护发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不是变得比较美一点？哎，那因为它是我们最认真的美女哈，因为她每次为了上老师的课，都要从台东这样坐火车坐好几个小时来哈，哎，所以真的还蛮辛苦的哈。所以啊，我们谢谢我们所有的模特，大家很关心的是发质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有漂过的头发啦、发质啊。所以啊，请各位就会看到啊，我们所有的模特的颜色非常的亮，非常的特别哈。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试试我们今天的新品。那今天所有的新品也是哈，都是很漂亮的哈。那最后当然我也要谢谢我们的高一的月萍，我们请月萍给他掌声一下，对，因为他真的是他店非常的忙哈。那因为老师请他来。学堂老师也专访过他，我希望各位在场的我们学一下他们怎么去做事，所以我们请月萍跟各位打声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月萍。
这样吗？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怎么创造50万的 NBB。我在20年前开店的时候我就接触了 NBB， 然后呢，刚开始我是先跟别人，后来跟了 NBB 之后，反正讲重点，简单扼要，跟 NBB 就会赚到钱。有没有听到？哎，讲重点，跟 NBB 就赚到钱的。对，因为课堂很丰富。然后呢？但是上课回去还是要用啊，你不用上课回去也没有用，真的。就像我是小老师的学生，忠实粉丝，他每次教我的，我回去我还是会，就是也是会运用到我现场的，所以我都会跟老师分享，说，我觉得我可以用什么什么，所以我今天会这样成功，也是小老师，还有我们的蔡经理。我们的桃园区的蔡爸爸哦，蔡经理，因为他从开店就是他带出来的，对，所以啊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分享。我希望各位，如果你们要开店，不懂的、不知道的，请去找你的业务，他们一定会帮你，他会给你创造百万。有没有听到？我们的业务哈，有没有听到这句话吗？他现在是变百万哦。不是50万的 NBB 哦，是变百万业绩哦，所以我希望各位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学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在场的各位先跟我们讲全堂的朋友说拜拜。拜拜。那我们今天的发表会啊，很开心各位这么热情的高雄朋友啊，你们有的很远也都来，但是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吸收到哦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回去这些配方好好的运用。还有今天说的这些新品也好好运用，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在讲学堂直接再跟老师发问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到这边。